没事，小问题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沉睡的明处觉醒，开课！<笑>都不要看游戏了，开课！停课了，停课了。 哈哈哈哈哈！你怎么直播间位呢？没有发那个那个表情，坏了！公司封禁啊，公司扣分！哈哈哈哈哈！这也公司？嗯，啊，谢谢，你不喝吗？你可以留一点给我。 好的，嗯，攻势扣分，强攻剑姬，这么爆啊！太爆了！他不死一个兵，我们就可以出去，没办法，只能当懦夫。 懂我意思吗？这里你要是没有机会打他的，你就把刀补好，千万不要犯贱上去想着说拿 Q 去打他，让一让就行，没事，让一下不会怎么样，把经验全蹭了就行，蹭经验主要是关键。打剑姬这件事情，他就得慢慢来。 弱点要消失，再换一个弱点。先撑个经验再回去。哦，全是细节，啊，掉了点经验。怎么打厄扎特？你如果非要打的话，断线吧。 爆了！不要这样玩游戏。差不多了，走吧。回家搞个鞋，再搞个剑。其实我感觉应该搞两把剑。 鞋子好像没，奥加特确实很难打，他远程锁头位，双长剑，850，有点有钱，300块相当于补两波线，这都没 Q 到哎。 燃连体狗，很正常。我感觉他们还要越我一点，是不是？把弱点拉到后面去。还要提亚马特。 不好打，他如果提亚马特，我就不好打了。
主要是豹女第一时间看到他没有走，反而是在那边摊了一下，然后就被杀了。剑姬这里掉了一波兵，他铁甲马的控不住线。远程战士锁头斩杀百分比，他就大招不锁头，但是他杀你一般不用大，他大一般是威慑，你要大被大中就必死。 脚又手掉了，但是这个一套是真的痛，带电刑。 炮车不吃，回不了，回不了掉东西。 一套直接半血。 电刑可以吧？一套半血，他点燃焦了，我注意看，把他交给皎月，挂机了，为什么？ 这就拿下了，他怎么死一次就挂机了？我操，死一次不玩了，不好玩吗？我死一次不玩了，我操，牛逼，哦牛逼，还有这样子的，还有人点拒绝，夸张哦，吼吼吼吼。 别去追他，小心有人在后面。来，我操！我跟豹女的配合，这豹女玩的是真不错。 这无缘等下刷起来拦不住啊！可惜，兄弟们。 我尽力了，这不我尽力了。
很极限的操作了，真的很极限的操作了。我征服了这破王冠，啥东西？他的机子被锁定了。打完加好友。 CP 哥哥点我点我点我！有点尴尬，我是不是刚刚应该在家里面蹲一会再出来会好一些？原来是掉线，举手！我操，你别上线就干了，他八级啊，哥们！ 你才四级五级啊！你跑去打人了，我操！还有人杀老鬼。 这一套伤害真夸张！你说我这一套没有电刑？你别看他一百多什么几十点，他堆在一起就直接一两百，一两百看着少，打起来就知道了。坏了，他回来变成突破口了，回来直接变突破口了。 这怎么整？这样买好。寒冰出来直接变突破口。挂机有经验补偿，我不知道。但是如果他再死就直接没了。还要打，他妈人家一打二呀。 打三的都，这么好。现在建模地、建新城还是都行，看你要哪个，这两个都可以吗？ 真要破了！这杀了回来就一直死。回来先稳住。我说实话，这寒冰还不如不回来，他一回来我们各种被人弄。
他回来又要打架了，这没必要闪，浪费一个闪。 DF20，这就没什么办法。感觉我还是直接买冰刀，我想着直接买这个去打架。你的剑魔打不进，我有时候我也打不进，很正常。锯齿我还是不要，那这样卖又太亏。 太行，算了，还是先幽梦吧。算了，还是买这个，直接这样买爆一点。他有个点火，打不过很正常。而且这剑姬输出他锁头的，打不过真的很正常。 暴击，他妈一刀给你剁了，还靠点火，想识破嘞？有那个机会吗？直接秒杀就完了。我操，反应就大了。寒冰有啊，怎么不用？他们要去打大的。
has been slain.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Shut down. Shut down. 他就没想过我会 Q 3秒，但是我把闪交给他打成很难打，对面控很多。前进，我的身躯向他们前进。 我们还有恐惧没有活动，还有生命没有收割，我们后悔，为自由后悔。有没有值得中路一波呢？ 干嘛他要往旁边 Q？ 他往后他其实不用死，他往后 Q 一下我死。 换冰刀，虽然这样子很亏，但是得换。冰刀的穿甲很重要，我缺固定穿透，现在换没什么人中路甲了，其实。 大龙丢了，好垃圾的决策，我的队友，没魔抗，这倒不是魔抗的问题。
不要打就好了，但是队友太喜欢打了，没什么办法。被一套秒，兰博是这样的，很正常。这怎么就炸鱼？我主要被套点火了。青龙刀剑姬可能有点打不过了，他三剑我四剑，但我打不过他。大招丢的什么东西？我发现这下路这两个一直给机会，我他妈真服了！我操，乱放技能的，乱放技能，乱放大的。哎呦，下路不会玩的游戏玩的好难受啊，他一定要 C 耶，我们就很玩的很难受了。真的是这样，他越要 C 我们玩的就越难受。又开始了，中路他们不管。他在说啥呀？打不死，他有重伤，我吸不上来血。再给我一点血，我就可以砍死他们。我再说一次，他们边路处理不了我，我可以直接拆塔，你们别打就行。换种游戏方式吧，我求你们。换种游戏方式吧。他们的惨叫声就如同黄昏时分悠悠的虫鸣。
就一个剑姬，我操，顶着这三个人打，真是有点夸张。 真的是有点夸张了，我说实话。 他老妈呀，团打不过，我得带到他们装备稍微起来了才有团的资格。你打团你是集中很多这种资源东西来做一件事，做错了他妈就炸了，不能做这个事的。我想换个影魔刀。 我带不出去，主要是之前这个寒冰给太多机会了。 又要打，我他妈真服了。
那么无缘死了，剩下几个没什么战斗力了，其实。 输了大龙，加倍波的。 没办法打呀，这晋级装备起来我打不过了，有点。这怎么搞呢？哎呦，我买什么都站不住，有点。 买重伤不行了，这个也得换，换什么呢？换竞技时机，只能这样买。我不能换死，我们没有人打输出了，我们缺 AD 伤害，只有我能补。
奶妈跑去哪了？你妈虚弱皇子啊！ 我是真他妈烦的！哎，我真服。